杏色的哦，两个色，两个色都好漂亮。因为我觉得它的黑跟杏啊，因为搭配了个碎花纹，所以不会很暗沉。那它是做透光的感觉，其实哦，就像这样子哦，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。那它穿起来会很像连身，塑造连身裤的感觉。然后好，然后跟大家介绍它的上半部地方，这个是滑面的雪纺，然后小碎花，小碎花设计。那这个地方领口都超级宽的，但是它不会掉下来，所以这件可以穿到 L 号，有没有这么大哎？就是大胸的人都觉得没有问题。然后就穿起来很舒适，然后不会痛。那这边是做花边的在上面哦，下面的话是松紧的，也是一个很大。好，那怎么穿都不会跑掉。那上半部的好处就是它不会。它不会挤你的肉，它是可以修饰到你的副乳哦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裤子是做雪，也是雪纺的，然后是做现在非常流行鸭舌的设计，就是鸭舌感，是细线条的鸭舌。然后下摆的地方，哎，这裤子讲真的蛮好，很好看，穿起来很好看，穿起来好看。然后重点，这个 L 号的人都能穿它，穿起来非常舒服哦。这个裤头地方是做松紧的。弹力都非常足够，然后穿高腰，你喜欢穿低腰都可以。好，看你个人喜欢穿到哪个位置。穿高腰的话呢，这可以穿到身高170也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它这个裤子是完全不卡裆，然后是标准，就是超级宽裤。那因为它是做鸭舌的，所以穿起来会让你还蛮看起来蛮小件的感觉。但其实你 L 号的人穿它也不紧身哦。好，那我上身的这个是黑色，那我搭配个凉鞋，这样感觉也很快下。那我等下换另外一个杏色的。可以。这个都松紧的，弹力好好。然后上面它是做碎花，然后白色、橘色啊，加上绿色这样子，穿起来，而且很像连身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它可以看一下这个杏子裤，然后杏色的裤子，它够宽，而且它其实不会透。然后穿起来腰的地方，因为它这都松紧的，可以就是 S A M 的穿它都很舒服，都很舒服，然后也不紧身。然后完全就是这样子，这种穿着感非常舒适的一件套装，一套才600多块。很猛的，这竟然没有什么人敢，傻眼，这个真的很猛哎，很好看哎。各位尝试一下，真的，你平常如果比较少在穿这种感觉的，我蛮建议尝试一下，真的，你一定会觉得你穿上去你会觉得意外的好看。哎，这个它真的很好看，穿起来真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觉得蛮有特色的，蛮好看的，真的。对啊，我觉得。而且不分码的 S 到 L 都可以哈、哦、，S 到 L 都可以穿哦。可以哦，马吉是09对不对？对，编号09哈，编号09。哎，丫丫你穿，我觉得一定很好看，对啊。这个包色真的可以，这两个色好难选哦。我觉得两个色都好看，而且因为它是鸭舌裤，我觉得你们鸭舌裤的东西穿起来都还蛮显瘦的。没错。而且我觉得它的有些人会把它的上衣搭牛仔裤也很好看。就是那些裙仔裙啊，配它也没有问题耶。对，然后这个你可能搭个小背心，它也 OK， 就分开穿，大家都很适合，可以穿起来又很舒服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来，黑色拿出来看一下。两个色。编号09哈，编号09的套装，黑跟杏两个色哈。